总统授旗给刘建国，刘建国挥舞大旗拉台声势。民进党首次百工百业造势选在云林，有特殊用意。民进党咱从一摆的百工百业的造势，咱选在云林来举办，有重要的意义，因为咱的云林是咱这届选举关键中的关键。连续两个星期都跑来为刘建国站台，各行各业代表穿上“新云林”字样的 T 恤，力挺刘建国。蔡英文趁周末助攻中台湾，也去了苗栗。我们希望下一个阶段，当中央政府要加码投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好人才，可以中央地方一条心。合体民进党苗栗县长参选人徐定真到文昌庙参香，赠送匾额给庙方。庙方主委致辞时却说：“今天非常的荣幸呢，就是县长呢抽空啊，百忙之中抽空到我们文昌庙来赠匾，非常的感谢他。”直到总统搭肩提示，主委才发现讲错话。对不起，感谢陈先生，感谢总统。蔡英文在选战倒数90天，中台湾跑透透，扮演最强母鸡。三立新闻6亿的黄孟贞 SBS 小组云林苗栗综合报道。